甜甜，我给你唱首歌吧。糟了，要下雨了。天空忽然乌云密布，大雨倾盆而下。啊，我的腿淋到雨会变成鱼尾的。甜甜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要变成美人鱼了。天哪，甜甜竟然是美人鱼。哇，甜甜好美啊。不好，现在街上全是美人鱼悬赏的海报。甜甜快跟我走。那不是美人鱼吗？美人鱼是属于我的了。甜甜，你忍耐一下，我们先躲在胡同里。嗨，真是吓死我了。你们是逃不掉的，发射捕抓网。啊，韩天娜快住手。救命啊，快放开我。可恶，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天天的。现在美人鱼就是我的了。救命啊，阿奇快救救我。可恶，毛毛快让开。韩天娜快放开天天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发射火焰。啊，好强大的火焰啊。糟了，天天有危险。天天，你没事吧？我现在就把你救出来。哎呀，我的头好疼呀，求求你们饶了我吧，真是疼死我了。我再也不敢做坏事了。哇，天天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啊，救命呀。韩丁娜，你没事吧？我来扶你起来。我的头还是好晕呀，谢谢你美人鱼。对不起天天，你那么善良，我不应该伤害你。我要把所有的悬赏海报全换了，以后美人鱼就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了。嘿，小黄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啊，不行啊，我现在要照顾我弟弟。好吧，那我能自己玩了。警车小宝宝沮丧地坐在秋千上。哇，太好玩了，哥哥真棒呀。哥哥要再高点。警车小宝宝终于忍不住哇哇大哭了起来。啊，宝贝，你怎么哭了？爸爸，我想要哥哥陪我一起玩。哈哈，我也可以陪你一起玩呀。警车爸爸陪着小宝宝一起来到了游乐场，他们一起玩秋千，一起玩跷跷板。小宝宝终于展开了笑颜。爸爸，有你陪着我玩真是太好了。宝贝，当你孤单的时候，我随叫随到哦。爸爸，我真是太爱你了。哼，这是我的风筝。不对，这是妈妈给我买的风筝，快把风筝给我。可恶，我也要玩风筝。哎呀，我要放风筝了。小粉再也忍不住哇哇大哭了起来。哎呀，风筝怎么飞不起来呀？糟了，我不会放风筝呀。弟弟，我来帮你放风筝吧，这样风筝才能飞得更高呢。哇，太好了。小粉和小蓝快乐一起放起了风筝。啊，风筝终于飞了起来，真是太棒了。哈，风筝真好玩呀。哇，风筝飞得好高呀。姐姐，你也来玩一会吧。小粉和小蓝终于学会了分享，分享让他们更快乐呢。姐姐，你真是太棒了。啊，机器狗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哈，人们这是疯了。气狗瞬间成为了人人敬仰的大英雄。卡莉公主为了感谢机器狗举行了一场表彰大会。啊，人们真是太热情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会继续保护牧村的。哇，机器狗真是太棒了。而阿奇却一脸沮丧地离开了。突然天色骤变，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我的身体进水了。好，机器狗被雨水打湿后瞬间失控。嗨，我真是太没用了。啊，阿奇快来救救我，机器狗发疯了。天哪，表彰大会为这场大雨瞬间变得一团糟。哼哼，发射激光炮。阿奇，你终于来了。啊，糟了，凯莉公主危险，启动瞬移术。那太谢你了，阿奇，你真是个大英雄呀。凯莉激动地抱住了阿奇。哈哈，我也是被需要的，真是太好了。阿奇瞬间高兴的心花怒放。啊，糟了，灰灰有危险了。发射灵魂激光炮，启动保护罩。灰灰，我来救你了。雕虫小技。啊，机器狗也太结实了。嘿，有办法了，启动超能力。灰灰开启了个传输门，发射激光炮。机器狗瞬间被激光炮打进了传输门里。啊，这是哪？机器狗瞬间被冰雪冻住了，狗狗们激动地欢呼了起来。不好，狗狗们又哭了，他们肯定是饿了，我得赶紧去泡奶。
哈哈，奶泡好，小宝宝们快喝吧。我们才不要喝奶，我现在的肚子好难受啊，好臭呀，你们这是在放毒气弹啊，救命啊，熏死我了。哈，来也太搞笑了啊，糟了，我们拉臭臭了，不好，小宝宝哭得好伤心啊，我必须想办法帮帮他们。有了，帕姆尼按下了门铃，莱德赶忙去开门查看。咦，根本没有人呀。啊，你先去一边好好休息吧，我会代替你好好照顾小宝宝的。帕姆尼竟然变身成了莱德的模样。小宝宝别哭了，我给你们换尿片。哈，终于舒服了，快喝奶睡觉吧。小宝宝们真乖，我真是太喜欢你们了。帕姆尼陪着小狗们玩着玩着就睡着了。咦，莱德呢？莱德怎么不见了呀？阿奇快醒醒，莱德怎么不见了？哈，咱们快去找看看吧。狗狗们来到了厨房，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莱德。糟了，变身器怎么坏了？嗨，好累啊。天哪，这不是莱德。阿奇一不小心竟碰到了玩具。糟了，被发现了。咱们快跑。狗狗别怕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哼，发射超声波。啊，狗狗们你们冷静点，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。哇，救命啊，你别过来，否则我们就要对你客气了。哇，莱德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好害怕呀。对不起，我真没有恶意。哼，你别过来，我是不会让你伤害狗狗们的。莱德你冷静点，我只是想和狗狗们做朋友。别哭了，我们以后就是你朋友啊。妈妈妈妈，我要妈妈。啊，你们快听，有小宝宝在哭。没错，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。小宝宝别哭了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狗狗们把小宝宝带回了总部指挥中心。谢谢你们。这天阿奇推着小宝宝来到了公园散步。啊，有人正在求救。阿奇推着小宝宝快速地穿梭在公园里。救命啊，有人抢我包。嘿，住手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发射超声波。哎呀，好疼啊，糟了，阿奇来了，快跑。哈，真好玩，包会回来了。五位市长，哎，这是你的包。谢谢小宝贝，你真是太棒了。小宝快看，农场是不是很热闹呀？救命呀，谁能来帮帮我呀？糟了，我的绵羊赶跑了。啊，凯莉别担心，我会帮你把羊圈修好的。启动超能力，灰灰操控着工具快速地开始修理羊圈。不一会的功夫，羊圈就被修理好了。哇塞，灰灰你真是太厉害了，太谢谢你了灰灰。哈哈，为人民服务。糟了，小宝宝怎么不见了？这怎么办呀？小宝宝到底去哪了？凯莉快看，小宝宝在那儿呢，真是虚惊一场。哎，妈妈，我好想你呀。小宝宝想起了妈妈和他一起玩耍的场景。妈妈，你到底在哪呀？我想你啦。小宝宝再也忍不住哇哇大哭了起来。哼，我才是真正新娘，你是假的。你才是假的，快看，我可是戴着戒指呢。可恶，快把戒指还给我。精彩故事马上开始。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婚礼，下面有请新娘登场，掌声响起吧。嘿嘿，我的新娘来了。哇，新娘好美呀，小兰加油。嘿嘿，有了这个变身手表，我就可以和小兰在一起了。巴拉巴拉变，机会来了。小红用力地把船掀翻。哎呀，船怎么晃得那么厉害呀？亲爱的，快救救我。啊，我在这里呢，快救救我。小粉别怕，我来救你啦。小粉你没事吧？亲爱的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哈哈，恭喜你们。啊，我好开心啊。啊，救命啊。哼，我在这里呢。现在有请新郎新娘交换钻戒。慢着，我才是真正的新娘，她是假的。哼，我才是真的，你是假的。这是我的钻戒，你没有。啊，怎么会有两个新娘呀？嘿嘿，我有办法了，这里有一套检测仪器，或许能测出谁是真正的小粉。快看，我才是真的。哼，我才是真的，
你这个冒牌货。我才是真正的新娘。哼，我才是真的，你是假的。糟了，这都乱套了，你们快来画一下看看是不是真正的粉色蜡笔。没问题，我才不怕呢，我就说我是真的吧。嘿嘿，现在轮到你了，快画看看吧。哎呀，好臭呀，真是熏死我了。假新娘想趁乱在画上捣鬼。不行，你必须自己画。哼，不要。哼，原来你是假的呀。糟了，被发现了。哼，你怎么那么坏。我再也不敢做坏事了。太谢谢你了，贝里。